喜马拉雅西部漆木的学名是 Annus nitida。喜马拉雅西部漆木的俗名是 Annus nitida， 是漆木属的一种，原产于巴基斯坦、喜马拉雅山西部和尼泊尔。它是一种高大的乔木，高可达20至25米，喜欢栖息在河岸上。它在当地也被用作木材、木柴和行道树。树皮在某些地方用于揉革和染色。它在重粘土中生长良好，并能耐受贫瘠的土壤。喜马拉雅西部漆木原产于巴基斯坦、喜马拉雅西部和尼泊尔。它是一种高大的乔木，高可达20至25米，喜欢栖息在河岸上。它在当地也被用作木材、木柴和行道树。树皮在某些地方用于揉革和染色。它在重粘土中生长良好，并能耐受贫瘠的土壤。叶子薄，椭圆形至卵形，长3至6英寸，宽2至3英寸。喜马拉雅西部漆木 Annus nitida 的高度约为20至25公尺，65.6至82.0英尺。喜马拉雅西部漆木 Annus nitida 的树皮用于鞣制和染色。它在当地也被用作木材、木柴和行道树。树皮在某些地方用于鞣革和染色。它在重粘土中生长良好，并能耐受贫瘠的土壤。叶子薄，椭圆形至卵形，长3至6英寸，宽2至3英寸。9到10月，雌花先开放，雄花随后开放。